新港卫理商圈位伫咧洪天宫边啊，周边美食店家林立，特色板桥的老店嘛拢有全国的知名度。今日伫咧新港故宫所举办“新港好店严选滋味”的活动，希望会当予新港卫理商圈店家增加人潮甲买气，实际达到活络商圈的目的。啊，我想嘉义县啊，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那嘉义县过去的消费大概都乡镇式的消费，那这些乡镇式的消费实际上也有很多的商家，所以我们现在啊大概有16个商圈呢、啊，那包括很多观光工厂也加入到这个商圈的这个行列，那今天来参加咱新港的魅力商圈，啊，咱大家知道新港是一个宗教上，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繁荣的地方。那每一年有很多的外地客进到新港，那这些人来到新港，当然啊，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哈。那所以怎么样把商圈啊把它活化起来，进而让大家能够记忆来这个所在新港想要买啥，爱当消费啥哈。所以啊，新港魅力商圈在黄金会理事长啊领导下啊，我想慢慢啊大家有共识啊，越来越有活力。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新港原有这个这么好的基础，那怎么样让它的商品可以跳脱出来，让大家除了啊新港肉以外，那在吃的部分，除了阿爸羹啊，除了所有荤泥，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那我想这个东西都需要长久经营，那进而让大家啊了解，那开始啊经过啊这个消费以后，那肯定我们的宣传，那慢慢的透过口耳或者是网路，就会变成名店。啊，所以在那边谢谢大家的努力，我们希望新港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能够让新港的美食也可以跟全国人分享。馆长汪章良讲，目前嘉义县已经有16个卫理商圈，新港卫理商圈的特色是附近都有宗教圣地新港的洪天宫，希望会当透过这个好的基础，来让新港的卫理商圈更加的蓬勃发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经济部商业发展署哦，给我们这笔经费哦，补助我们办理“家有新港够好玩”的活动哦。我们今天以有趣的走秀活动来让大家认识我们新港的商圈，不只有新港仪，还有更多的饮品伴手礼哦，还有很多青年返乡的市集哦。那我们欢迎大家来新港魅力商圈购买我们的好礼。好，我们今天新港魅力商圈所主办的“家有新港够好玩”的活动，在我们新港旧公所前举行。来参加的朋友都可以获得50元的商圈的折抵券。那希望大家有机会来新港走走。我想新港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都非常风气盛行的地方。那特别是新港魅力商圈，是我们全嘉义县第一个商圈的组织。目前嘉义县已经有16个商圈。那这两年来，嘉义县都有举办联合商圈的购物节。我想翁章良县长非常努力的在推动活络商圈的这个活动的办法。那希望透过这个购物节的活动，也能够增加我们所有商圈的消费的金额。我想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那也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到新港乡旧公所来参加我们魅力商圈所举办的活动。这摆透过经济部的活络商圈补助资源挹注，办理“家有新港够好玩”以及“新港一起购”的活动，要把人潮甲钱潮留伫咧商圈内底。伫商圈的店家嘛，拢已满怀期待，准备好来迎接游客到来，希望民众会当较济来新港旅游。最新新闻的叫新港乡彩虹报道。你知道学校有什么东西换新的吗？对啊，阁有新风换气系统。近近的桌子都会摇，摇摇摇摇摇，一摇一摇。近近的车看修当就会规个捞出来，现在可以放比较多，然后置物空间比较大。你会不会过敏？会。装了新风换气系统之后就好很多，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打瞌睡。考试100分吗？成绩有提升啊。敢学新的操场，因为新的操场很好跑步，跑步超舒服的那种。硬体是软体的基础，升级校园才能升级孩子们的未来，让嘉义的孩子们尽情学习，
大口呼吸，快乐奔跑。嘉义，我的家，教学环境全面佳。